明年说黑爷老爷中。你小王家说你在家里吃天也不容易，那是给你叫给你发工资的，发工资了，存着的。家里还发啥工资？我在这没，我在家没事光坐着难活了，我做活个事。发工资了，该活都弄了，说发都发，看我得忘了。不上班了。叫看我得忘了，叫去你那里了。忘了，你看。给你发了，你都要，你做啥？你牛天不批他那个啥？再说你他有是他的，你又是你，你再听这上。给你发吧。给，你小说买那两头猪，买4000块钱，交给你。对。我感觉我开我没两把手。
不是还给你那个杨老师放了一百万一块儿？我跟你说啥嘞？那啥那啥。我想到事儿多，我这人不要呀，没成啥。给你，你搁今天去那屋里，那屋了，给你明天那一千块钱，隔一段儿，前两天家去成了，给你放几天，还放着坎儿，看坎儿啊，到时候。放都放，不放了，就来上那花花。我花不了。花不了，你拿这个有底气呗？我就说你有钱跟没钱心里一样呗。我这一点不一样，我哎呦也不去，那也不去那，去那给卖了，我咋不办？我可咋这不办事？对对对，拿吧拿吧拿吧，你在家里拿你，用。有吧，愿在家了，你没个村里，没个根。这给我给你，你愿放了，愿给掉了，给掉，愿给谁了，给谁了，放哪去吧？他说愿是你的，给你拿吧。对对对，拿吧，拿吧，跟你说啥、啊？谁又不爹自己有？拿了到门上，是不是给愿给？拿的。哦，对对对。我拿啥的？放你给他那一天，那一天不爹，没事放一个，放一个，给一天。